诸位同学，请看《华严经》主善神第五句开始。光照十方诸善神，得以无边功德光，普觉悟解脱门。菩萨的德号光照十方，有名号当中我们能够见到菩萨确确实实是心包太虚量州杀戒，不分刹土啊，不分族类，平等的教化众生啊，光照啊就是教化。特别呢是以智慧啊，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的提示只有两句，意思很好：痴故长眠，佛智能觉。这就把这个光啊，光照的意思说出来了。光照是什么？是福德，是智慧。十方世界有许许多多众生迷惑，这个迷惑呢就像长眠一样，他不觉啊。菩萨修学的法门是以无边功德光，无边是讲的量啊，无量无边呐、啊。主要的呢是功德，是以自己的功德。我们一般讲啊，加持众生呐、啊，令一切众生普遍觉悟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也是一位道德善士，以身教。这是最足以感化人的。啊，我们面对现前的社会，灾难频繁了。啊，仔细去观察这个世界的灾变，天灾人祸，一年比一年多，一次比一次严重，这都是大自然界给我们提出了警告。千万不要以为这些自然灾害我们无能为力啊，我们无可奈何，那就错了。所有自然灾害
与我们起心动念息息相关。怎么没有关系呢？诸位，如果冷静细心去观察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，言语动作，我们想想会不会影响到我旁边的人，你的家人，你的邻居，你的朋友，跟你接触的人，你仔细观察有没有影响他？有啊，我们高兴的时候，哎，他们也高兴；我们不高兴的时候，好像他也不高兴。啊，这是影响别人的。如果再注意一点呢？现在有很多人家里养的有宠物，啊，养的有小小狗、小猫，啊，这是最常见的。我们在这个家庭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你细心观察，影不影响它？这些动物通灵性，也会察言观色。我们高兴的时候，欢喜的时候，哎，他摇摇尾巴到你面前来了；不高兴发脾气的时候，面孔不好看的，哎，他悄悄地走了。怎么会不影响呢？啊，如果更细密的观察，你家里面养的有花草，纵然你在公寓房子里头，你还养的有些小盆栽，你欢悦的时候，你看看这些花草树木；你在悲哀的时候，你看看这些花草树木；你在发怒的时候，你去仔细看这些花草树木，你看它什么样的反应。于是乎，我们真的觉察到啊，我们起心动念呢，影响的不只是一切动物啊、植物。啊，这都是事实真相。只怪我们在生活当中粗心大意，不够细心呐，没有仔细去观察了。有一些修行，这个修行的同修功夫稍稍得力，知道这些情况，他可以跟家里面的小动物沟通。啊，哪些小动物？厨房里面常常看到的蚂蚁、蟑螂、啊，苍蝇、蚊子，可以沟通啊，不要去杀他了，啊，不要怨恨他了，把他当作朋友来看待，可以跟他们在一起共同生活，互不妨碍呀。这小动物啊，还真听话了，真能配合了。许许多多同修听到我这个话，他们去做试验，然后来给我说有效，不是假的呀。啊，我在澳洲图恩巴的乡下买了个房子，刚刚搬进去的时候，这小虫很多，啊，尤其是门口这个路上蚂蚁太多太多了。
啊，我不常去。啊，那个时候，我让悟谦法师住那里。我叫悟谦法师，我说我看看你修行的功夫，从哪里看呢？这些小动物，如果天天少了，你有功夫。啊，如果还是这么多啊，证明你修行没有功夫啊。他一个人在山上啊，告诉我每一天无量寿经念六遍啊，每一天拜佛有几百拜啊，再就是精心念佛，把这些功德呢回向给这些山上那些小动物啊，啊，跟小动物沟通啊，啊，希望我们有个人有个人的生活环境，啊，我们大家在一起互相照顾，啊，互相的尊重，啊，花草树木。欣欣向荣、哎、小动物呢逐渐就是离开我们的房子了、啊、决定不伤害啊，进来也不赶他走啊，跟他好好的说 啊他来无非是找吃的东西吗、啊、我们知道他来找，我们把一些他需要吃的东西放在院子里面啊，以后他就不再到房子里面来了啊，偶尔一个两个蚂蚁来的时候我们晓得他是来玩的，真能合作啊。今年我到山上去看啊，从门口到房子这条路上蚂蚁大概少了80%了啊，我跟悟谦师说，我说你修行的还不错，有进步，还要用功啊，希望这路上呢，人走路这个路上车道上不要有蚂蚁，免得误伤他们的生命，要以爱心对他了啊，以慈悲心对他了，要常常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，他有灵性呢，可以沟通啊。啊，你为什么不做呢？你有诚意去做。中国古人讲的话，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啊。我们心有感，固然佛菩萨有应的，这些小昆虫小蚂蚁连树木花草都有感应啊，我们对它好，它回报的好啊，花开得特别美啊，草特别绿，提供给你欣赏啊，我们大家共住在一起啊，我们爱护他，我们要常常供养他，他有回报啊，彼此都有恩德了，你说这个世界多美好啊，不能有怨恨，不可以有敌对，更不可以有杀害众生的念头啊，这个居住环境一片祥和，这是我们眼睛看得见的，眼睛看不见的有鬼神，举头三尺有神明呐、啊。不可以说
我们看不见，科学不能证明，啊，那就没有了。科学不能证明的事情太多太多了，科学现在能证明的很有限呐。啊，半个世纪之前的科学家跟现代的科学家观感的世界就不相同，为什么？科学进步了，那个时候不能证明的现在能证明了啊！一个世纪以前的科学家那就更落伍了，科学不断的在进步啊，哪一天进步真的能够跟鬼神往来交通了，我们今天人说不合科学，岂不被后人笑话吗？啊，我们的科学知识太有限了。啊，科学家，现代科学家，相信，啊，这个空间是多维次的，啊，这个现在说起来没有人会反对了，啊，而且说得很清楚，证实确实有十一种不同维次空间存在，啊，现在就是不知道如何把这个不同维次空间突破。如果能够突破，也许宗教里头啊，佛法里面讲的天地鬼神你就真的见到了啊，真的可以跟他们往来了，我们生活空间扩大了啊，我们今天生活在三度空间里面，一突破的时候可以生活在四度空间里，五度空间、六度空间。佛家不讲多维次，佛家讲十法界。啊，是不是仅限于十法界的？不是的，十是圆满的意思，是具足的意思。啊，佛法里面讲，法界是无限量的。严格的说，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法界都不相同，不可能两个人呢他的法界相同，不可能啊！到什么时候同呢？成佛了，佛佛道同，等觉菩萨跟等觉菩萨这个生活的空间都不一样，为什么？他们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，这一品身相无明也有差别啊，不过是大同小异而已，它还是有小异啊。啊，这些事我们虽然见不到，理我们能够想得通啊，但是有理必有事啊，有事必有理。理事分不开家了啊，所以我们从理就肯定有这个事存在啊，从存在的事项呢我们就明了决定有个道理在啊，这事怎么发生的啊，怎么演变的，我们要怎样正确的来对待它，佛法的教学不过如是而已啊！啊，我们面对十法界，啊，用科学家的话来说，我们面对多元不同维次的空间，应当用什么样的态度是正确的？天地鬼神之存在，不能否定。
天地鬼神那些讯息，我们时有所闻啊，甚至于在报纸啊、杂志、媒体的传播，常常有啊。我这一次在台湾住了两个星期，啊，台湾有一位高级警官，他很有心，啊，在最近这二三十年呢，报纸上刊的，啊，杂志上刊登的这些事实，他都剪下来，啊，他告诉我。有好几百篇呢、啊，常常有啊，啊，鬼神这些讯息啊，啊，我说你给我看看，啊，他用个两天的时间，选择了七十几个，是众所周知的，听起来，居住在台湾的人大概都知道。重大的这些新闻，啊，有鬼道的新闻呐、啊，有地狱啊，有鬼神呐、啊，啊，有横死的，啊，那个找家人眷属有被人谋害的，啊，找警察来给他报仇啊。我们看不见，跟我们生活在不同维次空间，啊，他们能看得见我们，我们看不见他们，不能说看不见就没有啊，啊，不能说听不见就没有啊，我们这个根性呢，很迟钝呐，啊，我们也能见。靠什么媒体呢？光啊，实实在在讲，我们的眼很可怜，在许许多多不同光波，我们只能看到一段，比这个光波长的看不见，比这个光波短的也看不见，耳也是如此啊，啊，我们听的这个声波啊，音波比这个音高的听不到，啊，比这个音低的也听不到。我讲长波短波听不到啊。但是，我们借助科学的这仪器探测到，啊，确确实实有我们听不到的音声，我们用机器可以能够探测出。啊，我们看不到的光波 ，X 光波我们看不见，紫外光我们看不见，啊，但是我们用仪器可以探测出，它真的存在呀、啊。假如我们的眼睛有一天它各种光波都能看得见，我们会。觉得现前生活的世界变了啊，各种声音都听得见呢，你就觉得这个世界不一样了啊。现在我们这个身体好比是一个收音机啊，这个收音机很糟糕，只能收一个频道，另外频道都收不到，误以为哦，只有这一个频道。再没有别的频道了，这个收音机有故障啊，哪一天修理好了，哦，各种频道都收到了，才知道不只是一个频道啊。啊，我们今天我们本来很灵啊，什么样的光波都接收得到，眼都接收得到，什么样的音波我们耳都能接收到，啊，现在有故障了，
这个障是什么呢？佛法叫业障。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了，见思尘沙无明障碍了。佛给我们说，你只要把障碍断掉，你的能力就恢复了。佛经上讲得很清楚啊，能够把见思烦恼断掉，我们的眼就能看到六道，我们的耳也能听到六道，啊，这六个法界，六个不同维次的空间突破了。啊，再更进一步，能把尘沙烦恼也断掉，啊，那你这个恢复的能力高了。四圣法界你能看到，四圣法界你能够听到，就在这里啊，不必动啊。设法界一真庄严，看得清清楚楚，听得清清楚楚，我能力恢复了。如果再进一步，把无明烦恼也破几分，那好了，一真法界里面的情况你也明了了。要知道啊，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。什么原因？业障，妄想分别执着是业障啊！啊，见思尘沙无明是业障啊！我们很不幸呐，沾染了这些东西，这些东西本来没有，我们迷了，这些东西才现前的。啊，好比吸毒上了瘾了，戒不掉了，这麻烦在此地。佛菩萨教导我们是什么？是帮助我们戒毒，恢复我们的健康。健康恢复了，我们自信本具的智慧德能相好统统恢复了。啊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这个空间维持突破，我们的生活空间扩大了，恢复到禅家所说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。啊，华严经上所讲的大开圆解啊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啊，事出世间什么样问题到你面前都化解了。啊，我们很希望契入这个境界。啊，那么菩萨在此地教导我们，我们为什么变成这么糟？愚痴，愚痴是根本原因。烦恼里面贪嗔痴，贪嗔虽然很猛烈，容易断，愚痴很难断呐。佛在经上举的比喻说，好比切藕啊，藕断丝连啊，藕确实切断了，但是拉开，它当中丝连在一起，丝不容易断呐。断愚痴就像切藕一样。啊，那个贪嗔呢，纵然像钢铁那样一切，它断了，它当中它不会连的。
反而容易断，痴难断呐、啊。啊，妄想是痴啊，啊，痴烦恼啊，啊，无明是属于痴啊。啊，痴要用什么东西断呢？要用智慧，贪嗔定可以降伏。这个定功啊，伏贪嗔烦恼，有甚深禅定的功夫，可以让贪嗔烦恼永远不会起现行，但是痴不行。是一定要用智慧呀，觉悟了。可是谚语里头还有一句话说：“福至心灵。”啊，人的福报现前呢，哎，显得他不忽然聪明起来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福也能够引发智慧。这个福，福是福德了。福里头有德才行，福里头没有德，我们通常讲的福报，福报不行。福报再大，你的心不灵。啊，换一句话是，你的智慧还是起心不能现前。能够现前的视之变聪，虽聪明依旧不免造业，唯有真实智慧呀，不造业。啊，真实智慧呀，能断贪嗔痴。啊，那是真断。转贪嗔痴为戒定慧呀、啊！所以贪嗔痴跟戒定慧呀、啊、是同一个体性。觉悟的时候就是戒定慧，迷惑的时候就是贪嗔痴。所以迷了，戒定慧转变成贪嗔痴；觉悟了呢？贪嗔痴又转变成戒定慧，这是事实真相啊！我们一定要懂得，啊，一定呢要晓得做一个转变，啊，转变一定在生活上，啊，一切修为呀、啊。不利当下了，这个当下就是生活，穿衣吃饭，待人接物啊，啊，起心动念呢，在起心动念处做一个转变，啊，真正觉悟了，这个世界美好啊。现前这个世界就是华藏啊，就是极乐啊。觉悟了真的一点不假。一切有情都是诸上善人。我们以善心对境界，境界就善。为什么呢？境随心转。我以善心看一切有情，一切有情哪个不善呢？我以佛心看一切有情，哪个有情不是佛呢？所以境随心转呐、啊，我们的道业成就
不是在外头啊，是在内心。为什么？心能现，心能变。外面境界呢，是心所变，啊，是心所现的。佛法整个修学的功夫叫内学，心地功夫啊，这个重要啊。心外求法，世尊称之为外道，啊，所以外道不是讥笑别人，不是的，啊，佛家外道它的定义是心外求法，啊，我们是为佛弟子，如果我们也在心外求法，我们自己就变成外道了。佛菩萨绝对不在外境，不在外境上作意，在内心里头做功夫，这个道理我们要懂，务必把自己的心性恢复到纯净纯善，就像佛在经上所说的，不令毫分不善夹杂，啊，我们也套这句话，不令毫分不净夹杂，心要清净啊，啊，清净的纯善，纯净纯善，就是自己的真心。就是自己的真心，啊，这里头具足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，啊，所以智慧德能相好要从自信里头，不要从外面，啊，外面没有啊，啊，外面是所变嘛，能变。我的心纯净就变纯净的法界，我的心纯善就变纯善的境界，你总得要找到啊根源啊，你才能真正呢，我们一般讲改造命运，转变造化，你得明白道理，要懂得方法，我们就能过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同样的生活。再看下面这一段，这个第六段，大力光明诸善神，得能自成熟，福令众生协力与迷行，下头们，菩萨的德号，跟他的修学的法门。一定是相应的，大力光明，如果没有大力，就不能成无上道啊，也就是没有大力，不能断贪嗔痴啊，没有大力就不能够放下自私自利，这是我跟同学们讲的，烦恼的根本，根本的根本就是自私自利，不能不放下，
不能不舍弃。如果你不放下不舍弃，你这一生的修行决定空过。无论你怎么修，修得再好，再精进，再努力，你所修的三界有漏的福报，与你了生死脱三界毫不相关啊。啊，为什么？三界六道佛经上虽说无量因缘啊，无量因缘总有个头啊，无量因缘里头总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缘啊。这个最重要因缘是什么呢？佛给我们说了，我执啊。那你们想一想，我执的现象最明显的就是自私自利啊！放下自私自利是破我执的前方便啊。那我换一句话说，讲前方便大家不好懂，破我执的预备功夫啊，这个大家好懂了啊。我们想破我执，从哪里下手？先从这里下手啊！能够放下自私自利啊，我执可以说虽然没有断，已经立得六七分了。再把功夫向上提升呢，不难啊，你总算有了进展了。如果自私自利念头不能放下，你就一毫一分的进展都没有，你能有什么成就呢？小乘法里头，虚脱还得不到啊。大乘法里面初信位的菩萨啊，大乘五十一个位次，是信、是住、是行、是回向、是地，等于五十一个位次。第一个位次像念书一样，五十一年级啊，一年级你都没有份，我们要警觉到啊！在座每一位同修，你们不是这一生、这一世才接触佛法。如果说这一生这一世，你哪来的这么大的善根福德因缘？不可能啊。你能够接受如来无上大法，因缘很深啊，过去生中生生世世都在修学。无量劫修成的善根福德因缘，我们这一生的人生，哎，不难呢，又遇到了。过去那么长久的时间修行，为什么今天还变成这个样子？这个我们从个比喻当中大家去体会啊，好比我们参加一个考试啊，
每一年呢都去考，每一次考试都不及格，都没有被录取，就像这个样子啊。为什么不及格呢？没有被人家录取，收你入小学吗？啊，让你去念一年级吗？录取的条件是什么呢？要放下三界八十八品见惑，见惑头一个身见啊，见思烦恼里头头一个啊。身见没有了，下面还有边界见取见、戒取见、邪见啊，这五种见呢、啊，头一个你就破不了，后面就不必说了啊。所以我们一年级的资格，生生世世都没有能够取得啊。那这一生当中，我们又遇到佛法了，这一生当中你要不要放下呢？你果然明白了，肯放下了，哎，那这一生当中你就取得了啊。我这次考及格了，我可以上学了。身见执着这个身是我，我们说的白一点，自私自利。大乘法跟小学法、小乘修行确实不相同，小乘断难啊，大乘是什么？大乘不必叫你断，叫你转念头啊！我现在有个身，身不碍事，事事无碍，华严经里面讲的啊。问题在哪里呢？念头转过来啊！我这个身到世间来不是享福的，哎，不是享福的，换句话说不是受报的。哦，这个念头转的转得厉害啊！啊，一般人都没有办法脱离命运的。你们看看《了凡四训》，你就晓得了。啊，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。云谷禅师讲得好啊！啊，人都有念头，既有念头，就被束拘缚了。你逃不过束啊！你逃不过命中注定的啊。如果你要是无念了，就束就不能够拘束你了，你就超越了。但是人要到无念谈何容易，这个做不到啊。大乘法有个非常巧妙的方法，哎，念不要断，转过来，迷的时候念念为自己，悟的时候念念为众生啊。迷的时候呢，我这个身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呢？来受报的啊，享受前一世善恶的果报，就受报啊。前世做的善，这一世来享福；前世造的恶，这一世来受罪。佛讲的好，人生酬业，酬偿你过去生中造的业报啊。聪明人转过来，我不受报，
我也不是来享福的，我也不是来受罪的，来干什么的呢？把这个身奉献给一切众生，为一切众生服务的呀。哦，这一转转凡为圣了，转迷为悟了，把你的命运彻底转过来了。啊，昨天我举啊说了一句话，啊，毛主席讲的为人民服务，但是为人民服务啊，我们的业转不过来，为什么呢？太小了。啊，应该怎么样呢？为众生服务。啊，为我这个地区众生服务，我还是转过来。为我国家，为这个整个地球都不行，太小了。啊，应该是怎么样的想法呢？为尽虚空变法界所有一切众生服务。你真的转过来了。我这个身是工具啊，是为尽虚空变法界所有一切众生服务的工具。那么换句话说，虚空法界我们通常讲九法界、十法界，设法界的众生有福，这个工具很好，为什么呢？它要实用嘛。设法界众生也能无福呢？那福太大了，我们六凡众生造业没福啊！啊，六凡造业说老实话，造业的是欲界天以下了。色界天不造业了，无色界天不造业了，四圣法界不造业了，哎，加减乘除算一算，不造业的多，造业的少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福报超越了不善的报啊，也能没有福吗？福德智慧自然现前，这个命运马上就转过来啊！啊，你们有好多人啊，尤其在这个运衰的时候，看相算命，找人看风水来改命运，花多少冤枉钱，没有效啊！你来找我，我跟你这一套说有大效果，不收你一文钱。这是真的。啊，我说的话肯定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。啊，我为什么那么相信呢？我自己是这么转过来的。啊，我这就是个活生生的样子啊。啊，你们能常常有我这种想法，有我这种念法，啊，有我这种做法，你跟我一样就转过来了吗？看破放下了，这是因呢，这是功夫啊，自在随缘果报啊。我们生活的多么自在啊！处事待人接物，随缘而不攀缘啊！这个随缘就是普贤菩萨行愿品里面所讲的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啊！一天到晚欢欢喜喜啊！那个喜悦是从内心生出来的，不是外头刺激啊。与见闻觉知不相干呐。
夫子在《论语》里头头一句话讲的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那个悦是从内心里头生出来的，不是说外头有喜事，不是的，那个不是真乐，内心里面生出的喜悦，真乐。常常保持，一时一刻都不失去。你能保持个三年五年，你就入境界了。这个其如境界呀，就是佛门一般俗称的讲啊，正果了。你就过佛菩萨的生活了，不是普通僧，佛菩萨华严经上发生大事的生活。我们不是不能做啊，能啊，如果不能，释迦牟尼佛这个法门决定不说啊。为什么？说了对不起众生啊，说了什么吊胃口啊，说你做不到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佛在这个世间所说的一切法，都是这个世间人可以做得到的。问题什么呢？你不肯做嘛？你不肯放下自私自利嘛？那有什么法子？师父临进门啊，修行在个人呐，佛是我们师父啊，用经典引我们进门呐，进门得能不能得受用，那要靠自己。清凉讲的信戒行证，师父帮助我们信戒行证，我们自己事情。我们自己不肯奉行，不能依教奉行，不能其入境界。这自己要负责任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。